好厉害！哇，你居然不怕掉下去啊？这样从这么高的地方滑下去，小朋友，啊，你怎么这么胆子这么大嘞？哈，哦，你有几岁了？多大了你啊？才八岁啊，读小学哦。你是小学几年级啊？二年级。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嘞？哈，哇，你从上面滑下来。从上面滑下来，哇，好厉害！你是未来的英雄哎，未来泰雅族的小英雄。你们这是你们的校服吗？啊，男士的校服啊。你读几年级啦？六年级。哦，哇，你长得好高哦，六年级，哇，哎，这么准啊！一投就中啊！Hello，桃山小学是吧？哇，哎，不错哦你啊，姿势很棒哦，很，哇，你的姿势，篮球投篮的姿势很标准哦。篮球队，啊，篮球队的，你是自学的还是老师有教你啊？以前老师有教。老师有教。不错不错，哇，姿势不错，哇，还，你看，我读书的时候也是篮球队的，你猜一下我打哪个位置？中锋。你怎么这么聪明啊？难怪你打球打得这么好，啊，好棒，哇，你没有多高的，你投篮都这么有力了哈，妹妹，你是国几啊？国小。二年级，你才读二年级，你这么高，二年级，啊？他四年级就很矮的，不然你二年级就这么高啊？真的，没事，他比较瘦，他吃一点，吃胖一点。哎，他更高，你是几年级的？六年级啊？哦，那么你们两个都是六年级哦。你们两个有点像呢，不是不是，也不像，不像，看错了，六年级同班吗？同班同学啊，那你是女的篮球队的，是不是？没有，田径队，我田径队。田径队啊，我有参加过篮球队。篮球队有吗？篮球队跟田径队。两个队，我也是，你也是。哦，那你是你哪一方面厉害？田径。篮球。田径哦，他没有，他是短跑啊，比较厉害。对，啊，那你的爆发力，对，他篮球打得很好哎。我是田径比较厉害，跟我小学的时候可能有的比了。田径比较擅长短跑。那你是擅长什么？田径哪方面？田径什么？可以田径要跑步啊。赛跑。短跑还是长跑？长跑。长跑啊。多少公尺啊？多少米啊？多少米哦？一千，没有到1000呢，我跑不过。你小学生的话呢，最多跑长跑算多少？最多400还是500？有到六百，有六百，你猜？中国大陆？是。哦，那个南北韩？不是北韩，越南？北韩那么容易到这边啊？不可能，不是啊？什么？哪里？中国大陆？不是，京东。京东什么叫京东啊？东京。日本，东京。那我会讲国语嘞。我是。太聪明了你，虽然你瘦瘦小小，但是脑袋好用。你讲话就是像。你天天听得出来，为什么你听得出来？很像那个，很像邓紫棋。对啊，你为什么听得出来？就你的那个啊，就是后面会有一个。尤其是特别的音调，是不是？哎，好聪明！你有跟香港人接触过啊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会听得出来？看电视。哇，太聪明了！那读书是不是读书是不是很棒？你读书？你为什么在拍摄？你读书棒不棒？还好。你这么聪明，应该 OK，应该 OK。是，我会放到我的 YouTube，YouTube 你知道吗？YouTube，YouTube，YouTube 叫文明。对。你有手机吗？有手机才可以订阅。你台湾人还是中国人？他是香港人。哎呀，很开心。我没小孩。
但是你们都是我的小孩。好啊，我那个来看他们打球哦。你们那个学校在哪里啊？在底下。桃山就在这下面啊。不能出去。哦，那你们上学很方便哦。对啊。又不用爬山，不用什么那么远。耶。不用走那么远。你的样子有点像我们华人哎。你是不是有你？他也有点，他也有点像我们华人，不是很像这个泰雅族。你不是很像泰雅族？我是一半一半。对，我是闽南。对，塞下泰雅。闽南塞下泰雅三族混血。嗯。哇，难怪你那么聪明啊。泰雅族。他也是啊，他也有点不是完全像泰雅族。你们越南，他有越南。你有越 是吗？有越南，他妈妈越南，难怪那么帅啊！他还有一个弟弟啊，小帅哥，他还有一个妹妹，大家看看是不是很帅，很帅很帅。然后你呢？你好像也有点不是完全的泰雅族的感觉，他就是泰雅族，真的完全泰雅族的，完全泰雅族啊！但是我感觉他也有点那个混血，没有，他这个就是这个。小胖子就真的完全像泰雅族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，这个妹妹也有点像这泰雅族，纯泰雅族的哦，没有混到什么塞下了。我大陆人，你骗人！你为什么说自己大陆人？我哥哥是大陆人。你谁啊？那个哥哥两个。哥哥。狗哥。你不是啦，一定不是啦。对，哎，你们为什么？你们知道大陆是怎么一回事吗？大陆，中国大陆，武汉肺炎。长江。你是不是知道武汉肺炎才知道大陆的？长江你也知道啊。长江是在武汉的，武汉就是在长江的边上。然后呢？啊，现在大陆干嘛？什么大陆干嘛？你刚刚不是讲到大陆现在干嘛？不是，我问你们为什么你们会那么知道大陆的一些事情呢？在电视看的还是什么？还是听你们的大人说的？你还是听你们大人说的，有关大陆的事。看什么？影片。影片哦，啊，他就有点像，比较像那个原住民那里。他就是原住民。对啊，你几岁啦？九岁。九岁啊，读三年级还是四年级？刚升四。嗯，刚升四。你刚升五、嗯？我刚升六。你如果你拍电影的话，你也是四年级。人家其实我们是一半中国人。如果你拍电影的话，你会拍你自己吗？我啊，很少。那你现在拍你自己吗？我现在都在拍你们啊。还有你呢？你是读几年级啊？他是双胞胎。双胞胎啊？可是有点不像，因为他是胖。哦，他也不胖啊。他们两个是姐妹，还有一个双胞胎在那边玩。我、哦、是姐姐，对，他是姐姐。哦。他们家总共六个小孩呢。你们这边还有？你会偷我吗？千秋、荡千秋、哦、篮球场。是啊。几分钟？八分钟啊。现在用了差不多快九分钟了。我来跟你们的，我们跳舞的啊，你来拿，你来拿，你来拍，你来拍，就在这里拍啊，拍我就拍我们打球，我们跳舞一直乱，拍我们打球，哇啊啊啊啊啊啊啊，哇，五买哪买，五买买买，哎，他有猜忌。好去拍些东西。五买啊，哪买买买。阿公，我脱衣服。阿公，